2013年的鹿竹番茄文化节吸引了数千位民众到场同欢，现场不但推出鹿竹四宝，只要10块钱的优惠，还有现采番茄等活动，还有沙拉品尝等等。主办单位还重金邀请金曲歌后詹雅文来演唱，现场气氛非常热闹。透过我们的新闻镜头，一起去感受。歌后詹雅文演唱台语歌，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，现场气氛超级嗨，民众还喊出安可曲。数千位民众挤爆鹿竹体育园区，除了听歌，也有人一早就来抢好康。来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换购我们美味超值的鹿竹四宝蛋，只剩下10个名额了。限量300份的鹿竹四宝，有花椰菜、番茄、虱目鱼、鸡蛋，只要10块钱就搞定。民众一早就大排长龙，直呼赚到了。对，物超所值，很划算啊！你觉得这活动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活动很棒啊！鹿竹番茄文化节还推出“我喜欢你”的活动，让恋人甜蜜蜜告白。现场当然也少不了最在地、最新鲜的番茄沙拉。他觉得怎么样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不管是洗干净直接品尝，或者是做成沙拉，营养又健康。陈局市长边吃边推销鹿竹番茄，让大家知道农民的辛苦啊，然后我们喜欢在地所有的这些农产品，然后支持农民，希望大家来鹿竹吃我们的番茄。鹿竹番茄文化节，我喜欢你。活动一波接着一波，主办单位还规划了采番茄活动，参加民众热当一日农夫，每个人都采到满满一袋小番茄，满载而归。为期2天的番茄文化节，在民众的热情参与下，画下完美句点。港都新闻周辅庆采访报道。